前走一步。哇！啊，无食饭啊！好食饭。姐，较大力嘞。哇！换我了。怪咯，这团的阵势啊，明明看起来就是宋江阵啊，啊哪会无看到头旗甲双宝带路啊？颠倒是一只白鹤甲董主伫咧头前，敢讲又阁是创新的阵头？啊，拄仔伫头前看到有一只白鹤，啊，甲有董主迄，是迄、迄是新的，啊，伊过去阮是阮受过这个。本身是上钢筋啊，哦，早期是上钢筋啊，阮还佫有头皮兼布皮啊，啊，就是因为当初是参加着西江啊乡，阮有受着人的帮忙，啊，阮团啊，即个皮诺老拖，我倒来土城啊新乡的时阵，阮家己改倒来做即个白鹤筋啊。哦。上钢是拢头皮兼布咧撮路嘛？是啊，是啊。阮即摆团啊，同款都用迄个白鹤筋做咧撮路。哦。那些看那栩栩如生的嘎嘎呢？嘿呀，哎，你家这些没看过呢。我虽然常看到那宋江阵啊，但是今天就少看到些白鹤，啊，搁当作伫头前安尼。哎，你人去人，你想要参悟看卖啊？你啊？会使吗？因为我无参悟过宋江阵啊，啊，搁有白鹤阵。来，恁若要做宋江卡，来，也是要管理一下。哦。上药粉啊，哦，上药粉啊，王爷开的壶啊，壶啊水，哟，你壶啊水，我知，啊，但是有啥物啊食这上药啊？我也无安怎啊？啊，要练要操练，唔免就是啊，先药粉啊，先供到供到头前去。哦，惊等下体力无够啊。哦，你意思这是拍底了对吧？既然这团鹅寮角白鹤阵啊有这个规矩，咱就入境随俗。把这个药粉配胡仔水吞落去。也不过讲到白鹤阵啊，上介早吼是七股手仔卡保安中，伫咧1928年创立。伊甲金狮阵、五虎兵狮阵，也佮传统宋江阵，号称是台南的宋江四阵，是台南地区上介重视的武阵。在类似按一个迄个军营要开始吼，按先把它集结，迄个意思。哦，无管咱头拄一开始就安尼靠一个安尼，啊，遐咧好好，伫遐看，伫遐看。对对对。安尼即马新军了后，第二步是两河啊。两河啊。四河。四河。哦，所以就即马就后者就是咱看头拄看到迄。对对对对。咧白河镇的重点。四河。因为伊两家是为了蟠桃园的守护神。所以现在他的表演他的动作是比蟠桃园的戏好。相传白鹤和董主就是我们一般看到南极仙翁的脚力和护法，镇守着天庭的蟠桃园。所以啊，在你发财以后一定要人鹤啊来表达对南极仙翁的感谢。接下来我们这个夜光阵啊也是最重要的阵法哦。快走啦，夜光阵伫咧宋江的表演内底，是一种向外会当攻击，对内是团结抵抗的阵势。
身心代表啊，还够金蕉啊！来，隆重为各位介绍一下，来，这是咱的国宝何老师。哦，哎，何老师你好。哎，你看，一出场大家就安尼欢声雷动的嘛。有啊，这算是咱台南吼，要重金来国宝啦，何老师啊，很少看到有人出场这么震撼的呢。我今天拄着你，你都种勇气，伫安尼涂安尼拼安尼爬安尼一堆嘞。各位身心代表，咱这位何国昭老师啊，今年有九十几岁啊。伫咧台湾的宋江镇吼，会当讲是风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国宝级师傅啦。伫咧退休之前吼，伊嘛是一位中医师，吃拄啊食的上药啊吼，嘛是一甲的。今仔日阿成的甲金少的真荣幸啊，会当互伊亲身传授啊，实在是介荣幸啊！选手你知无？你参加跳高，哎，你迄真个爱爱厉害个假啦！好佳哉，我弹跳你阁有淡薄仔有。一开始我唔知影你要跳，伊讲 pose 爱愈悬愈好看，讲安尼，啊你要过来，我才安尼啊。哎，好厉害！我弹到这就紧张个嘞。我嘛真紧张呢，啊伊个要跳，我先小看。哦，所以何老师，何老师，你即摆你甲阮教，这就是恁讲的迄共队对无？对无？啊，共队是毋是安尼？就是对牌意思嘛，对无？对牌共队是毋是安尼？共队。哦，安尼无？对牌对他。哦，是毋是安尼？一二三。哇哇！我看你的表情哪样呢？哇！无吗？无吧。要加一点私人感情进来嘛？哎，师兄，师兄来者，嘿，阿伯食饭啊？我食饭。系啊。安怎讲才算有食饭？我叫一个较大粒的。来，先个边啊！来，较快哦。哇！你可能怕够皮啊！你再来，再讲一遍。我们有在学吗？有，最近在练啊，练心态啊，对不？来，换我了！不要这么啊！你跃跃欲试啊！你师兄，你异常的兴奋，看个蛋姐蛋。师兄，一共余光，好久没有打人了，我常常被打。余光嘛，哎，余光，他开始喽。师兄，我相信你。哎，刚刚没丢嘞，师兄，没丢，阿潘怎么样？阿潘怎么样？看到蚵仔了角白鹤镇的宋江卡，正遐拼死咧练习，再练习，绝对是大家上届学落的顶头啦！